加拿大、印度相互驱逐外交官，特鲁多刚愎自用，最终变小丑。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纽约时报2024年10月14日专题报道，加拿大驱逐印度外交官，指控他们从事犯罪活动。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外公开公布，印度政府在加拿大策划了谋杀和勒索事件，用来恐吓锡克教分离主义分子。作为报复措施，印度随即驱逐了加拿大的外交官。根据报道，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周一表示，在印度政府拒绝了放弃外交豁免权，并且允许加拿大政府展开调查之后，六名跟相关事件有关的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其中还包括现任印度驻加拿大大使。咱这么说，驱逐大使这件事儿在外交上可不是什么小事儿。我听说过驱逐外交人员，比如说几年前美国和俄罗斯经常干的事儿。美国俄罗斯关系再不好，也不会说要驱逐对方的大使。看来这一次加拿大是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彻底的破防了。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件事儿呢，去年开始的，我去年呢也做过节目讲这件事儿，本来以为它早就结束了，没想到今天他又回来了。这件事儿它本身不大，但是在加拿大它却变成了一件大事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特鲁多这个人太自以为是，太刚愎自用，完全可以跟五眼联盟配合应对，通过秘密外交渠道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这位总理和我们这位不太靠谱的外交部长，非要选择一种非常困难的途径，让加拿大跟印度单挑。最后的结果是被美国冷落，自己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只有驱逐大使这一条路了。有必要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首先呢，咱聊一聊印度。印度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内部呢，非常的乱，而且呢，宗教矛盾呢，时常有，地区骚乱呢，也经常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咱们莫迪老仙儿搞印度教民族主义，当你去搞印度教民族主义，试图团结全国的绝大部分人，但是有一些宗教少数群体直截了当被冷落，其中就包括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锡克教徒在印度大概有4500万人，主要集中在旁遮普邦，但是整个世界上有他们大量的移民，而在世界各国这些移民当中，民族主义者是非常的狂热，特别是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些国家当中，在这些国家锡克教的群体当中，有大量的支持在印度搞分离主义的人员。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位，时间是2023年的6月18日，在这天上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素里市的一家锡克教文化中心的门口发生了一场谋杀案。这场谋杀案的凶手据说是来自印度的特工和印度国内的警察部队。
而受害者是谁呢？这个人名字叫桑贾尔，他在本职工作就是安个水泵啊，修一个房子啊，干个木匠活啊，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被印度国内通缉的卡利斯坦分离主义分子。卡利斯坦所代表的地方就是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他们心中梦寐以求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西方国家，尤其是昂格鲁萨克逊国家，特别喜欢支持世界各国的分离分子，而且呢，印度也不乏很多这样的人。其实代表卡利斯坦分离主义分子不光在加拿大接受政治庇护，其实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印度政府通缉，然后印度政府在他们身上干的事儿跟其他的国家是与众不同的。印度向这些国家派出了大量的间谍特工，专门针对这些被通缉的分离分子。这些分离分子在印度人眼里，在印度政府眼里，他们属于恐怖分子。也就是说，印度派遣特工去针对这些人是一场反恐行动。现在就非常明了了，桑贾尔被干掉是因为桑贾尔是一个分离分子，在印度人眼里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他想做的事儿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卡利斯坦独立公投运动，而这场运动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在印度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儿，完全是在海外自动搞起来的这么一个抽象行为，但是在印度眼里却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所以派遣出大量的特工针对这些人，才有了6月18日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素里市的这场谋杀案。问题是什么？其实加拿大不光是单独案例，在美国，印度特工也有安排，在英国也有安排，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安排。问题是，在其他的地方都失败了，在加拿大，他们一不小心成功了。问题是什么？很简单，如果你想搞反对恐怖主义的活动，你跑到人家国家派遣特工去到那里进行谋杀的话，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是肯定不会忍下去的。但是加拿大接下来的操作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其实去年通过秘密外交的渠道，西方的这几个昂萨国家已经在相互合作针对这件事儿了。无论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想通过一个秘密渠道去解决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五眼联盟跟印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主要对手，就是中国。特别是美国希望拉拢印度来对抗中国，所以不想搞坏自己与印度的关系，特别是不想因为一件小事儿。其实这件事儿，美国也有自己的想法，美国知道印度干的这件事儿必须受到惩罚，但是拜登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保住美国和印度广泛合作的关系的框架下才进行所谓的正义挑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加拿大想做的事儿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件事儿，加拿大本来可以与美国合作，让美国带头通过秘密外交的渠道把这件事儿妥善解决，但是本来一件小事儿，在特鲁多这块儿就给他办砸了。
原因是特鲁多自己在加拿大内部他需要一场选举，他的下一次选举当中他希望得到锡克教徒的选票，所以他怎么办？他想带领加拿大跟印度单挑，然后战胜印度之后在自己的国内得到政治上的加分，所以他拒绝了跟拜登搞秘密合作，反而把这件事儿给公开了，成为加拿大和印度之间过不了的那道障碍。印度这边也需要一场立国之战，印度这边莫迪老仙儿在国内的经济他搞得并不好，他特别需要一场胜利。他需要一场什么样的胜利呢？针对西方国家的去殖民化胜利。所以当加拿大的特鲁多准备单挑印度的时候，等于说给莫迪老仙儿送去了枕头。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去年九月份开始，双方就开始针锋相对，双方就开始打冷战，双方就开始驱逐外交官，双方就开始限制对方的签证，直到今天，加拿大驱逐了印度大使，作为双边关系破裂的象征。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特鲁多特别想改变的态势没有改变，本来一件非常不大不小的事儿，反而变得非常复杂。本来这件事儿可以通过秘密渠道解决，最终没有解决，反而让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陷入谷底。这件事儿到底是谁的错呢？其实美国去年在11月底就已经结束了对这件事的调查，印度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引渡到了美国。其实美国一点儿都没有放弃这件事。最开始的时候，加拿大跟印度把这件事公开之后，美国就与加拿大划清了界限。在布林肯跟印度外长苏杰生联合国会面的时候，有记者专门问及这件事儿，布林肯说，加拿大是加拿大，美国是美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抛弃了加拿大，美国不想因为一件小事儿冲翻了跟印度的关系，进而没有办法展开一种统一的力量与中国对抗。而加拿大在美国面前显得非常不知趣，特别想挑动自己跟印度的关系，这就是美国在加拿大面前所表现的不想跟加拿大合作。但是拜登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件事儿。拜登政府怎么办？先是展开了调查，然后发出来报告，然后警告印度政府必须把相关人员交出来。但是拜登政府所做的给足了印度面子，你必须把相关人员交出来引渡到美国，你所派遣的这些特工他背后的指使者是谁？这个人是美国的罪犯，美国对他通缉，但是我给你一个面子，你把这个人送到捷克共和国，然后通过捷克共和国这个渠道你把人给我送来。印度在美国面前被抓住了小辫子，印度在美国面前无话可说，印度在美国面前实力不济，莫迪老仙乖乖的把这个相关人员通过捷克共和国的渠道最终送给了美国。这就是美国非常巧妙的把这件事化解了。但是加拿大呢，到现在这件事儿都没有解决，变成了双边关系的僵局。那这到底应该是谁的错呢？很显然，特鲁多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跟美国合作，让美国带头，通过所谓的秘密外交渠道，最后把这件事儿给个交代。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特鲁多一意孤行，专门特别的想跟印度单挑，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到现在跟印度关系破裂，是特鲁多刚愎自用，最终在世界面前变成了小丑。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点赞、评论、转发。没订阅请订阅一下，谢谢大家。